二三 ，test one， 一二三，表彰大会 ，test one， 一二三，7:45哦，我们预计大概在8:30左右，即将进行今天的彩介会话，请赶快联络一下哦。那么稍后呢？对，哦，来调整我们的队伍哦，准备在8:30来出发，庆祝我们卓越100，超越迈向巅峰哦。9:00，我们的准备场之前，大概在9:00之前要控制。你脚踏车吗？脚踏车不是在这里哦，你没看你本。集合。集合。我讲恁的脚踏车吼、哦，不是你家。你的脚踏车排第10顺位，听啊。15分就会到现场哦，所以咱还阁有剩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好做准备，请要参加彩计队伍吼，请加快前进哦。遵守交通规则的这个精神啊，来遵守纪律，把它遵守纪律，也不要气人了。来，各位姐姐们，嗨！贵宾的汽车上了飞机，汽车人，汽车人，汽车人后面的是客户的大包头，阿姨来特写，啊，好耶！你们的特写的队伍哦，啊，还有谁需要特写的？好，来，给阿姨特写一下。OK， 好，来这边，这边，还有谁需要特写的？好，来看这边，老姐姐，来看这边，谢谢，来这边，嗨，有谁需要特写的？特写的，好，来特写，特写，来，阿姨看这边，谢谢，来看这边哦，
谢，来，阿姨们看这边来。爱心。OK， 谢谢。奖励奖励，谢谢。你的毛巾描摆一下。我们的作品啊，那是你们多久的？少男啊，奖励奖励啊，哎，好，谢谢。部长，拍一下。来个特写，谢谢谢谢。那这个贵宾一起好不好？来。重要教育的这个角色啦，吼，所以我伫遮呢，不仅也感谢。
咱所有农会之外，特别爱感谢苦尾农会吼，因为呢，佮尤其是咱苦尾农会百年的这个周年庆啦吼，啊特别呢吼，佮来办理这个嘉年华的采节活动，啊，予咱呢真济吼青年农民啦，真济予咱乡亲时段会当啊啊得咧啊设计啦吼，予咱整个啊苦尾地区乡亲时段知影。咱的苦尾农会已经甲咱农民时段，伫第一线的服务已经超过100天啊，然后深深的照亮大家破声，甲咱苦尾农会拍破一下，好，恭喜啊，庆祝啦吼！啊，咱的嘉年华会啊，目前嘛要上场啦吼！啊，所以有真侪物件，拢特地甲咱互相支持来消费，所以我伫这里感谢啊，咱所有基层农会对咱农民时段付出，啊嘛感谢咱青年农民甲咱真侪农民。啊，为咱啊台湾2300万人，啊，会当互因啊，啊，有一个吼钱吼，会当互伊啦温饱，啊，在这个食物啦吼，这是非常不容易吼，啊，比较感谢啊，嘛祝咱今仔日来这采收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那我们虎园农会能够有在第二个100年吼，第三个100年吼，永永远远长长久久，祝福大家，恭喜大家，谢谢。谢谢现场九连工。从玉明牌超越迈向巅峰，所以邀请到咱的总干事赵武健哦，我呾咱所有啊参加到采集队伍，感谢伊。现场咱的上敬爱咱的张县长、张立山县长，还有咱农业处的蔡处长，还有阮的上干事、阮的上干事，啊，阮的理事长你来来袂到吼，袂到啊吼，阁阮的另外所有的干事，在咱地下中吼，咱的离海船的最古的咱的。候选人吼，很秘书很新鲜啦吼，啊，甲现场咱所有遮分配是嘛，啊，甲咱所有咱遮代表选举人员、小团长、秘干事，啊，甲咱三小班、青龙，搁咱有素兰丁，搁有遮侪侪咱照顾咱农会的会员，拢有好兄弟吼，会再去拢来参加一下咱后尾农会一摆，啊，是咱要来办这个采集，就是讲咱后尾是辅导。现在本地火辣的一定好事要发生，好事要发生，那一个人，两个人一起去找，那我要打卡，你要把工位是一个三区，还是咱分店吼，上关三区啦吼，啊，咱要来搞那个拖刀是行销组，所以今日再来多弄回一摆来办这场花生嘉年华会吼，以花生宝宝啊花生的产业活动来搞那个拖刀吼，来好各位媒体搞。报道出去吼，和我的分里面拖刀的，让阿咧这个花生季的过程吼，做一个 ending 啦吼，一个上好的一个循环阿咧。阿嘛期待阮后尾滴农会吼，100年吼，这个里程碑吼，代表着阮的长久的积累出来吼，嘛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沉淀啦吼。阿嘛未来，我相信后尾农会阁继续努力哦，朝向健康安全。安心的一个模式来给消费者来服务，哦，今日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谢，谢谢，谢谢，感谢这番所有的地主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地主的部分到这过一段了，真个呀，来看到一个镜头哈，来我来讲，好妹，好霸王拖刀，大家讲赞哦，好妹，好霸王拖刀，赞，好妹，好霸王拖刀，赞。来，我来讲卓越一百，请大家说迈向巅峰。卓越一百，迈向巅峰。卓越一百，迈向巅峰。谢谢，感谢。今麦请馆长做官书，你敢输吼？那今麦说。卓越一百，迈向巅峰哦。卓越一百，迈向巅峰。卓越一百，迈向巅峰。112年度虎尾镇农会花生季亮点行销。我来咱的金光乡听到蛮的邀请，谢谢大家，早早大家好，我是虎尾镇农会的采集队伍，虎尾镇农会啊，已经100岁了，
创立到这当中啊，已经190年。我们的农会为着要来庆祝100岁的生日快乐，今仔日啊，这当时举办着采粿的活动，用国行的，有着张连生馆长以及我们的农会丁荣啊，以及啊气球人，还有两队、五队、三队，也就是三组。稍后我们在10点的时候，请回到湖北镇农会的供销部。欢迎农会啊，100岁，生日快乐！卓越100，万象天空，为着要来庆祝欢乐的农会。100岁的生日快乐吧！有着秘书长张荣义、政府干事林坤团以及总干事蔡富杰，率领着前生日干事以及咱湖北新农会员工、车队、中队、西队、三派组、苏南平以及啊前队啊，咱的农机好朋友，即马能够行路行到早安山小镇的所在吼，祝咱所有啊好人，稍等下10点，邀请各位乡亲父老乡亲。来到花卉运动会中小部，也就是花卉运动公园这个停车场，共同来参与家庭的运动比赛表演，共同来欣赏花卉运动会一万人的快乐。感谢您，谢谢您，希望您好。谢谢。各位各位大家好。
Thank you.
这是哪一个香水搭配夜的美，我从不陷入心动的氛围，成长的街是哪有味，此刻的我只想亲吻你的嘴，那么甜。谢谢，阿贝，来过去，来过去。
谢谢。那先掌声陶杰，我们的公关机挥挥手，耶、yeah, ！来，大家请出，我来公卓越一百，请大家说迈向巅峰，把手举高，卓越一百，迈向巅峰，卓越一百，迈向巅峰，手举高，卓越一百。迈向巅峰，谢谢。继续行，谢谢，然后呢，大家再回到
的精彩的演出，有精神，有活力。贵宾抵达会场的朋友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有请跳到处的朋友在十点半的时候呢，将掌灯这边的介绍人工送到舞台的主持人，谢谢。那你这旁边拜托当灯台掏钱啊，当第一排第一排啊，有一点电话一边行啊，主持人有请啊。
快出！嘿，哦吼，哇，人咧讲啊，请上台，上金，请三位到小三，拍个照一下，请上舞台，请上舞台，看这边，来，我们接龙卡接下，来向右靠一下，好了，变成了站的，变成了站的啊。来，万人攻，卓越一百，大家说迈向巅峰，卓越一百，迈向巅峰，卓越一百，迈向巅峰。对，哇，雄狮献瑞，大会圆满，卓越一百，迈向巅峰，生日快乐，掌声。哦，我看到西去，哦，大家拢总吃百里，看到西。摇一下，
姐姐。卡卡的咚咚咚咚跳针跳针，卡卡的咚咚咚咚咚跳针跳针，卡卡的咚咚跳针跳针，卡卡的咚跳针跳针跳针叫我姐姐。不是姐姐，我是否请我们的总干事还有常务监事跟三太子来拍个照？你刚才不打架秋饼哦，风味餐竞赛的场所哦，请进空，请进空，咱准备准备来比赛哦。过来伫咱遮手边啊，诶，竞速啊，后门哦，有一台车辆挡着出入口，拜托刷车，车牌号码7076HF7076HF7076HF， 拜托车辆刷车，你的车辆挡着，不得遮手边啊。香凉哦，哇、哦，充分啊！加油！嘛感谢着雷电战国，自古以来大家喜财团，嘛祝福今仔日的活动能够一切顺利，好彩头。再说车哦，车牌号码R4006B2的车主，拜托刷车哦，谢谢。再次邀请着各界中华贵宾来的请座，欢迎。
临门水委员请管农会总干事陈志扬总干事请请坐，欢迎欢迎总干事跟我挥挥手，爱心农会理事长常务干事总干事请请坐，欢迎市中休息代表马请请坐啊，稍等呢，让嘉哥来给你播求干事的合作，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么我们的活动现在起，农民节表彰大会活动开始。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农民、大哥大姐、少年朋友、囡仔兄，大家高炸，大家好！敬祝大家胜利兴隆，通四海，云林花山抢抢棍。在各位长官、贵宾、乡亲、父老兄弟，陆续来到。是因为它是低温，然后呢冷萃，最重要是初榨。初榨就是说，咱的这个花生油是第一本的，给你萃取而成，它不会榨了再榨，让你很多次。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单纯的一个非常棒的油啦。哦，所以你都没给我介绍了，我来给你介绍个安内哈。哦，这个呢真的是很棒的油。那我觉得四位呢，我们的美女也给他们两个掌四位掌声好不好？
听说你们四位都是我们农会的员工，对不对？你有看过员工都像你四月啦？哦，是吗？你是员工的女儿还是孙女？好，这真的是虎尾镇的员工，因为员工才会这么腼腆。我们再次掌声好不好？也感谢大家，我们一起支持我们在地的花生，虎尾的花生油，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我们的娇唱女神。花生呢有芥末、梅子、黑胡椒、咖喱、盐酥、蜂蜜六种口味，同时啊，洞口莲花的奶油香葱。水产镇农会、虎尾镇农会呢，上一会介绍到的长官贵宾，请我们干叔，让你林坤全是我们干叔，欢迎。钟干叔，抓不给钟干叔，欢迎。谢谢虎尾镇农会全体的监事，请站起来挥挥手。谢谢，感谢，感谢罗老，谢谢，谢谢哦。啊，过来，咱就按照。啊，阿金林贵，啊，嘉宾，咱贵钟干叔，哈，张永强，哈，阿哥有咱就。九如农会总干事吼，啊，然后咱农会司长吼，啊，咱运动会的理事长、陈理事长、常务干事洪坚吼，啊，然后咱总干事志扬，啊，然后咱议员吼毕尧吼，啊，然后咱同个镇民代表的主席，遮侪长官吼，实在讲无法度一直甲你介绍歹势啦吼，啊，各位。啊，今日来参加咱虎尾农会100周年的中歌来宾，啊，以及咱农会一些选任人员、李干事、吼、啊、代表、小组长，以及咱总干事副秘书带领的农会的团队，吼、啊，啊，以及农民时代啊，农民朋友。啊，然后咱媒体先进，吼、哦，啊，大家好，好，上咁好，非常欢迎大家半时间来参加咱虎尾农会100年的周年庆，啊，参加这个100岁活动，而且我代表着农会，吼、哦，甲大家深深的感谢恁，阿妈辛苦恁，谢谢，虎尾农会对民国12年。啊，营业到即嘛，到今年拄啊好100年、100岁了，吼、哦！啊，感谢大家吼、哦，来参加这个庆典啦，吼、哦，这个活动啦，吼、哦！啊，尤其要感谢着咱这农会会员吼，长、哦、期以来对农会的支持，和农会有这个百年的辉煌，啊嘛要感谢咱各界的长官。各大的贵宾对阮农会的支援甲鼓励，会当予阮农会的业务会当讲发展吼、哦、啊，一天搁比一天搁较好。而且在即个100岁的生日啊，我来要祝福着阮虎尾农会100年事业兴啊，脱到变两金。而且感谢着大家，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哦，龚总干事，也着咱农业部哦，今日特别甲邀请两位学长庄老大、庄师长吼，甲、哦、咱王生平、王继正吼，啊、哦，搁有咱农业金库的张副总吼，啊、哦，搁来咱议员吼、哦，黄光迄、那个美瑶议员、关理事长吼、哦、丁理事长啦吼，啊、哦，搁咱关农的陈理事长、常务干事吼、林常务干事代表主席吼，托、哦、付代表主席，咱所伫阮的迄、那个。竹林委员吼，迄、哦那个苦宏通、苦必书、苦竹林吼，甲、哦、咱南农中心的执行长吼、哦，我们林执行长，吼、哦，啊，佫有侪，佫有咱各农会吼、哦，我来大概讲者，因为来自这个乡，上乡就是咱的观音农会吼、哦，有咱阿友吼，阮江景耀，我的先吼、哦，我的好朋友啦吼、哦，啊，佫有咱九如，吼、哦，唔，咱迄个南州吼，屏、哦、东南州来吼，咱迄个李真吼，啊，佫有宏远的小众的吼、哦，谢建明吼。哦啊，个有咱迄、那个阮迄个周金青吼、哦，建设公司的董事长甲李董事长吼、哦，啊，个有阮嘉义大学爱群校长黄光亮校长，啊，个邱义远校长吼，常、哦、万富校长拍摄，个有咱大溪农会吼、哦，啊，同安农会，啊，甲咱大安吼、哦，来自咱大安农会吼，咱、哦、蔡建东蔡总干事吼、哦，啊，个有姐姐，
我叫咱北港吼，啊，理事长啊，甲咱，上尾到时甲咱总干事，啊，佮大 B 啊，四五吼，咱个苏总啊，姐姐吼，我看我着无一一称呼啦吼，希望佮来佮来较久啦吼。感谢着咱全来自全国各界吼，即个好朋友好时代吼，今日会当来甲好美电动会来祝福啦吼，而且我个代表好美电动会甲大家深深鞠躬，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登机来吼，咱嘛感谢着咱农业部啦吼，甲咱个农粮署，甲咱桂林县政府对咱好美电动会支持甲鞭策甲照顾，咱今日好美电动会才有这个业绩吼，才发到甲这个大家这个场面啦吼，啊，第二就是要感谢阮遮个李干事吼，甲遮个代表小组长吼，遮个干部登起来，对咱委员会支持，让武杰会当放手认真来做遮个工课。所以武杰上近两年外来吼，嘛有一寡做一寡真济工课，我直接就无意义甲大家介绍。第三就是要感谢着咱所有遮个农友时代三峡班班长。吼、哦，才登起来，吼、哦，对咱农会支持甲爱国，吼、哦，感谢大家，吼、哦，后尾对农会，吼、哦，秉持着吼、哦，坚守农民的承诺，吼、哦，就是讲，要咱让农民的生活，和伊的农业技术来提升，要咱让咱农村的或者经济好更加好，所以后尾对农会一百年来，吼、哦，咱嘛是做真侪工作来提升遮个迄个农业的竞争力。哦，咱会当看到另外个在区家吼，杨枝梗这项物件吼，伫咱虎尾，伫七月份到十二月份，占咱台北市市场的三分之以上，一年创造的产值嘛相当的高吼，这嘛是咱农虎尾农会为着要提升这农民的来推广的。第二项就是咱虎尾农会有做一个设施的栽培，伫我二十年前开始来着手做这个设施栽培。目前吼，咱干那好尾镇的设施栽培，一年创造出来的利益吼，超过一亿啦吼，超过一亿啦吼。啊，第三就是讲，咱在客家农户在土豆吼，好尾农会登记来对基层来做一个履历的客座吼，啊来个农民，因为是咱农民农会要做这个客座的，我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有当时欢啊，那边化气的气，化乐的乐，农会来盖地的话。咱老实讲，介绍就会平稳，吼、哦、啊，所以农会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吼、哦，来把这个土豆这个产业也做好。那么后尾滴农会甲一般较无共，就是讲，咱有家己的加工厂，而且都经过 ISO 认证，吼、哦，甲 HACCP 的国际双认证，吼、哦，甲咱的优质农民有利有甚物一个土豆收顿来，经过咱的脱壳，吼、哦，冷链，再来筛选了加工。哦，啊，再来做成产品，所以咱即马今年咱个虎霸王个系列产品吼，同个阮主持人嘛，大家介绍吼，真济产品，不过嘛常常获奖啦吼，不管是云林良品也好，啊是讲吼农会百大精品也好，尤其是咱今年吼咱个花生清油，咱个来入选为农会界的金马奖，就是咱百大精品的个入围啦吼，吼、哦，诶，入围是得奖啦吼、哦，所以而且。我嘛足感谢着阮个全体同仁吼，努力来做这个土豆的煎制、个研发吼、甲市场的行销。啊嘛要做这个机会，感谢全国各农会登记来，甲咱虎尾农会，甲咱斗行销、斗销售。因咱虎尾农会早着建立一个真好个点，全国个农会几乎拢有办吼、哦。啊，所以透过这个点吼、哦，咱就有法落行销，而且要甲大家讲。咱虎尾农会的土豆，毋是干呐卖台湾尔，吼、哦，咱原定会到三江其他，咱嘛卖到新加坡，卖到迄个爱尔兰，吼、哦，卖到加拿大去，吼、哦。所以咱的目前咱艺人，吼、哦，是咱的大客户，吼、哦，艺人公司，吼、哦，棉花田，吼、哦，无印良品，吼、哦，跟咱的李传，吼、哦，金兰，这拢是咱的大客户。所以今日伫遮要甲大家，除了感谢以外，好尾镇农会伫这期间来受到大家的支持和照顾，阮全体这个团队绝对会继续努力，吼、哦，继续来认真来拍拼，为着阮的这农友时代，甲阮这会员，吼、哦，来努力。所以好尾镇农会伫今年嘛捐款，就是
大概将近一百十亿吼，咱个存款嘛突破110亿这个阶段啦吼，而且嘛大家报告一下，所以今日吼真感谢咱国家这个时段吼，会当半时间来好买农会吼，好买定农会一百年，我伫遮嘛要祝贺咱好买定农会一百年生日快乐，安尼好唔好？哦，感谢大家，满足大家，有意会在贵宾时段，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谢谢，谢谢，感谢。好威龙威大喜的日子啦，吼，一百岁。我拄仔伫想讲，我若一百岁的时阵，要安怎来过生日啦，吼。啊，要一百岁，其实足无简单嘞。拄仔阮个总干事有讲足济啊，伊上任了后，龙威的发展。其实我足济当无来花卉农会，我会记你顶一遍来，毋是来农会，是去庄卡去收购花生啦。啊，迄阵心情足沉重个，我想讲啊，咱个土豆派个物价爱政府出手来收降。啊，即几年来，咱个花卉农会，咱个花霸王，甲即个土豆做了真好，有时啊，佫会欠费。真正是足无同款的吼、哦！啊，我期待讲一百年，农会其实会有足济个一百年啦。啊，不过咱后一个一百年，咱可能参加袂着；后一个二十年，咱应该参加会着。所以百二年的时阵，咱阁来参加这个活动。啊，要百二年来参加这个活动，咱就爱把咱的环境顾好势，咱的食爱食好势，所以。产销履历、有机这相关的认证，这足重要，这所必然咯，食好食、食好、安全。另外一个环境爱顾好势，环境是啥物？大家看天就知啦吼。其实这天拢有伫甲咱看，啊，不过吼天光若要看好清楚，咱的空气爱加顾较清一个。即马伫杜拜。哦，中东遐杜拜伫开这个世界气候的大会，这就是要甲大家讲，环境足重要，气候足重要。即马农业部有一个司叫做资源永续利用司，就是伫管这个空气的啦。哦，就是咱农业的空气。你看十二月天这款温度，安尼敢有正常？其实无介正常啦，愈来愈热，愈来愈热，咱。爱把这个空气中会变化的这个空气给抓来，这在咱的农业有足大的潜力。咱嘛希望讲，咱农业要把这个空气变化的这个空气给抓来，免咱抓来，农业部一步一步地做，包括咱的碳足迹，包括咱的碳权。所以我希望讲，咱农业部门，尤其像河北农会这优质的农会。咱会使甲农业部有真好个合作，比如讲咱个好霸王拄啊迄罐土豆油，咱会使予消费者知影讲，我食即罐土豆油有偌济碳排，甲外口比起来，哦，我着爱食这袂予天气变热个即款土豆油，吼、哦。啊，这意思就是讲，农业部有真济政策拢甲农业伫结合个。咱希望讲，一步一步，甲咱的农会、甲咱的农业，会使结合起来，哦，咱的农业会使更加进步，农人的收入会使更增加。后边，咱做伙百二年来的时阵，哦，120周年，咱的农会的存款可能是突破150亿，还是200亿，安尼好不好？哦，好，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100岁生日快乐，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农业部的鼎力支持，创造。我们张总干事，我们林委员跟张委员，还有黄议员，还有各个与还有我们的司长，还有我们各个与会的与会的总干事跟各个农会的好朋友，大家好。好，很开心可以代表县府张立山县长来这边为大家就是来帮大家一起庆祝虎尾农会100年的一个周年的一个生日。其实哦，咱管青木来讲哦，其实咱一直在辅导一些农产品的一个行销。像近期咱管到即卖三个云林良品的部分，哦，一定认证的部分，咱帮忙云林良品行销部分，其实咱好威龙会都有强力的支持。像野好霸王
五霸王这个花生的品牌，也有参加我们的云林良品，也跟着县长一起去新加坡跟日本食品展。所以说我们后续哈，在管青龙去保存会入后续一直来辅导这个农产品的行销，也希望说各个农会可以来配合。啊，如同刚刚司长讲的，其实那云林良品管丢做到了跨流动哈，这个减碳的部分，所以他也在跟我们都会一些减碳的课程，邀请各个产品来做一个啊，来辅导他，看是不是从前端或后端的减碳来做什么来努力，甚至说做分解性的包材。所以未来我们可以跟湖尾镇农会来这边来合作，说我们怎么来减碳，用分解性的包材来做，让我们的环境更永续，让那个整个的产业可以更永续的一个发展啊。所以最后还是感谢就是大家农会的各个农会的一个支持啊，来配合县府的一些政策啊。最后也预祝这个湖尾农会100年生日快乐，还有各个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感谢张立善县长的讲话，大家会祝福，谢谢，欢迎林文乐立法委员。多谢支持，今天的咱后尾电动会是咱的主办单位哈，咱丁龙义理事长啊，林坤前常务监事啊，甲咱非常优秀的初步的总干事哦，啊，甲所有的李干事、所有的啊选任的代表、小组长哦，以及农会所有的职员工啊，今仔日呢，真侪长官甲贵宾啦吼，有咱农业部农业司咱庄老大、庄司长，也有咱。啊，农全国农会呢，咱张永成张总干事，然后莅临来跟指导了哈。要咱管农会陈志扬啊总干事，啊，咱陈瑞雄理事长啊，林鸿金常务监事，哦，要咱除了咱福林关20乡镇市的这个总干事以外呢，要来自全国各地足侪农会啊总干事，这好朋友呢，拢到现场。哦，啊，咱张家俊，啊，我们准立委哈，今嘛是最高的委员啦哈，啊，今仔日是咱后尾电农会100周年庆啦，啊嘛是生日，啊嘛是讲啊对咱这个花生节哈，诶一个真好，啊，一个这个推销啦哈，套餐哈。听我后尾几下做老嘅，当时啊就是咱农会呢咧采集，吼、哦、啊，这是一个非常好嘅代志啦，吼、哦，大家拢知影吼、哦。咱除了讲农会呢，除了伫咱辅导单位啊长期甲咱关心以外，吼、哦，咱农会本身啊，伫咱地方吼、哦，是咧做好啊政府所委托嘅啊，咱地方员工。照顾农民，照顾农民，吼、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哦，大家唔通小看讲，啊，咱好要电农会拄只呢，啊，咱蔡总干事有讲，吼、哦，啊，所有会咱做出来非常优良的品质的，吼、哦，这是拢由咱足辛苦的咱所有的这农民代表，吼、哦，啊，咱这会员的，大家足辛苦，甲争做出来。哦，啊，而且呢，咱阁透过啊，咱农会呢，常常咧做啊，做食农教育吼、哦，这咱好尾农会做了嘛，真好。哦，啊，食农教育就是向下扎根，就主囡啊，你着教育伊讲要如何呢？吼、哦，啊，来甲一片土地来甲友善种植，哦，啊，如何去制造出非常健康的这个产品，哦。这是个牵涉到食安问题，啊，所以伫这个部分呢，咱好尾农会做了也真好，而且呢，也嘛，这几年佫做这个绿色造福站哦，哦，这是针对65岁以上，哦，的咱这的是社会人，哦，啊嘛，因讲做甲非常好，所以讲不只是讲，干那讲，将咱农业，哦，的产值。把附加价值全部创造出来以外，咱嘛针对着所有居住的这农民，吼、哦，啊，甲这个中介，拢会当得到真好的这个照顾。所以伫这非常欢喜，啊，咱好尾农会呢，伫这几年呢，啊，伫咱
啊，所有啊，咱理事长、常务干事、各位李干事、咱初步的总干事，甲所有的农会，即个职员工的，大家共同啊，即、這个努力的。哦，我听讲吼，唔、哦、是讲农民就伊尔，哦，大家诶，即个也做，即、這个经济哦，拢翻好。但咱只员工吼，听讲吼，薪水嘛拢有增加，所以大家拢满头喜面啦吼、哦。所以今仔日伫遮庆祝一百周年吼、哦，我相信讲大家呢拢非常的欢喜。啊，我伫遮嘛祝福所有议会、中官贵宾、咱所有啊农会、所有会员，大家呢会当身体健康，啊，大家会当合家平安，啊，当事业发展。你家祝福大家，谢谢。会五级总干事啊，来了非常多的贵宾，包括我们的林文瑞委员，包括我们全国农会的张永成总干事，还有我们的庄师长，还有包括我们黄美瑶议员，还有我们的林国正秘书长啊，包括我们云林县农会的我们的陈理事长，还有我们的林常务监事，包括我们的陈志扬总干事，还有我们云林县的，我看到哦，可以说是各大农会的三巨头哦，总干事哦，大家都共同出席了，这也代表着哦，我们虎尾镇农会哦三巨头的好人缘呐哦，有这么多的农会，甚至全国各地的农会总干事都来到现场，还有在座我们虎尾农会的李监事啊，我们的代表小组长。各位，我们农会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委员好。啊，真正非常的欢喜啦，看到我们虎尾农会哦迈向100周年，生日快乐。那我身为虎尾镇的一员哦，也觉得非常的光荣。那大家都觉得说，农会是农民的好朋友，人讲哦，那有钱就来欠农会啦，啊，无钱就来农会借啦。可以说是哦，一生哦，从头到尾哦，农会都陪伴在我们农民的身边。那尤其呢，虎尾镇农会哦，在蔡武吉总干事的领导之下，全体员工哦，向心力十足。尤其又受到我们李监事的大力支持哦，在各项的推广之下，都创造出非常优异的成绩哦。包括刚刚提到的杨吉梗哦，杨吉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生产作物，那也办得非常成功，占我们台湾1/3的产量哦，真的是就不简单嘞。尤其这个是我们蔡武吉总干事哦，还没有当总干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广了。那包括我们的土豆系列产品哦，从这个一级生产、二级加工、三级行销哦，每一阶段哦，都是哦，创造出非常多的亮点。那大概是一个多月前，我陪我们的侯友宜总统候选人哦，亲自来这里参观。那看到刚才那一罐黄金色的这个土豆油，然后哦，这个花生油哦，是怎么制造出来的？我一看到，我真的是心动。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1岁的小宝宝，食安很重要吼。我马上讲，我就是一定爱买这么好的油，吼小宝宝来吃吼。所以看到虎尾农会哦，有这么多优质的产品，甚至哦，他们的气作从30架，起码已经增加到200架。我相信哦，是非常多哦农会的一个典范。那我在这里哦，特别的致上最诚挚的祝福哦。祝福我们虎尾镇农会哦100周年生日快乐！那我也期待哦，在未来的这个100周年哦，下一个100周年，大家我们都共同努力，让我们的云林更好，让我们的虎尾更好。那我们是不是哦，也借各位的双手，我们是不是掌声来感谢？是咱农会骄傲，也是咱虎尾所有的会员先进的骄傲。虎尾农会一直拢是咱台湾300多间农会内底开幕，云林两间农会是台湾相当出名，就是一间西的农会，所有的地价、所有的设计，就是伊咧开幕。另外一间农会就是咱虎尾农会，所有的土豆的开盘，就是伊咧开。即表示咱的农会有法度一市场甲人竞争，
咱的农会有真多，咱的作，咧整个农业的作物，就是为着要做市场的平衡，甲咱农民权益的整个维护。所以，一间会当讲甲咱农民这笔钱的农会，是咱好比所有的咱的乡亲时代的骄傲。好比农会长期以来，有做真侪咱台湾的农会的先驱，是早期台湾那个所有的医疗相当困难的时阵，好比农会不惜用资下来做农民诊所，不但是甲咱一般的农民诊所，甲咱所有诊所的功能会同款以外，伊增加到啊中西医，会当予咱所有农民在咱早期农保的时代，啊无相当真侪医疗。真困难的时阵，会当来照顾咱的所有农民，这是好比所有的会员感觉好比农会的用心啦。那长期以来，全台湾的所有的这个葡萄油的整个制造甲销售，好比农会拢一直是一个标杆。我曾经问过初中老师讲，外口的葡萄油有真多，后尾5%，后尾10%，后尾30%，啊你好比农会？整个竞争的会输人，安尼你要安那？伊讲，迄10%甲30%，我袂晓做啦。我讲做100%咯。最主要就是，尤其是咱会讲为咱好比土豆拍出品牌，甚至好比农会无记着伊家己的成本来客做遮济土豆。最主要就是要让咱的农民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内底，你会当安心。因为有好比农会做恁的后客，所以咱的整个好比的这个土豆的生产，会当讲是保持着真好的品质啦吼。那今仔日，咱好比农会成立百年，然后再来举办啊，咱整个啊这个种的土豆普渡节吼，的这个种的亮点，我相信吼，咱在座所有的议会贵宾，都有感受到啊，咱所有的选聘人员伊的认真啦吼。我那咱会当看到出讲，一个咱是一个所在，要看到一个百年的企业，还是一个百年的商行，我相信拢十分的上，的这个种难得啦吼。那一间农会会当行过百年的岁月，我相信咱整个农会的责任，甲整个农会的运作，就是符合着咱所有的这个会员的福利，然后有照顾着所有的会员。所以才会当讲，在咱所有的在座，会在乡亲时代的支持之下，伊的业务会当讲为民国12年设立到即阵，每一年拢在增进，每一年拢在超越。我嘛希望百年的这个周年庆了后，咱好比农会会当更加精进，然后会更加卓越，然后可以迈向巅峰。谢祝咱在座啊，所有议会的贵宾，大家一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您，胡伟龙会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感谢专工的丁理事长，以及咱的创富的商务干事，为创富的总干事啦，啊，咱昆庄乡商务干事吼，咱民谣议员，甲咱的全国农会张总干事。啊，咱的林立伟，咱的嘉宾立伟，甲现场咱的管农会，咱理事长吼，咱徐永兄，啊，搁咱的姚姐吼议员，啊，现场咱各位时代，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镇长好。一百年，人要活到一百年，真正有困难，但是咱好卫农会为着咱推动着咱这个农产，啊，已经经营一百年。从这一百年来底，咱透过咱各位农业先进，咱各位农民时代，大家共同对着咱农业的一个坚持，会当予咱的农业为着过去的一个元素，的一个农作物收成的方式，来到即阵，咱的机械，咱的智慧农业，拢渐渐一直咧发展。啊，尤其是当咱创意的总干事林来，伊积极。来开发着咱的土豆，咱这个产品啊，注入着真侪创意啊，让咱的口味更加多元化啊，让咱的消费者大家愿意来选择着咱好味的这个农豆的土豆的一个副产品啊。感谢咱各位对着咱农业的坚持啊，也希望讲咱福利馆是一个农业大馆，
大家对着咱花莲县这个农业大县的一个坚持，希望讲咱中央政府会当针对农业大县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应应措施。这个天灾的部分，咱真侪农民拢非常无奈，但即阵肥料起价，咱农药起价，但咱这个农产品的价钱还无稳定的状况下，希望咱未来会当制定一个咱这个农业的一个基金的一个措施，啊嘛来简化着咱这个天然灾害，咱的地产公所人员的一个会勘，含咱农民无必要的一个纠纷。所以我伫遮希望讲，咱未来咱向着咱的农业专区，就是咱分能官，针对这个天然灾害补助的条例，咱会当来修改，用着科技厉害。用着咱这个科技的仪器来测量着咱这个天灾的标准度，咱会当依区域性来全面性来做一个专案补助，让咱农民确实来得到一个补助。啊，最后伫遮，我是要祝福咱现场，咱各位农民士大，咱各位贵宾，咱各位乡亲，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祝福咱好会农会一百年生日快乐！今年呢，恰逢一百周年。特别准备了我们在舞台上大力辅导农会计划的产销新产品的开发，打造成为百年携手同心超越一百迈向巅峰。向我告诉那个中干事来节目台一些，欢迎农会中干事向我告诉你所定是不是隆重要请节目台，谢谢来高峰通秘书来请节目台，咱华宝电农会节目台，谢谢，有些可以从右手边上台。好，咱倒手柄买三件，谢谢。来最后天来，你听这手柄，谢谢。来这边跟前这手柄。龙辉，你所对话也是咱香港中央市共同咱来许的愿望，好不好？来，请许下第一个愿望。哦，辉定龙辉，百年生日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哇，继续邀请到咱的上埔甘山林坤泉来许下第二个愿望。好会电脑的姐姐，一路长虹！哇，继续第三个愿望哦，理事长丁荣义公哦，不告诉你，要放在我的心里哦，要深深的哎放在大家的心坎里，是吗？家。听到我拿公掉数到一的时候呢，请各位长官贵宾拿起蛋糕的刀子来切蛋糕，切一下就可以。然后呢，大家一起高歌生日快乐歌哈、哦。好，请看前面喽，准备喽，大家闭着眼站了哟、哦，来，请你告诉闭着眼站了哟、哦，来喽，三、二、一。请切蛋糕，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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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祝福湖北正常会生日快乐，一路长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卓越一百迈向巅峰，掌声恭喜，谢谢谢谢。好，我们大家来大合照一下，大合照一下，赞，红包红头刀，赞，红包红头刀，赞，谢谢，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哈。好，咱今嘛请各位贵宾回座。好，谢谢，邀请丁学忠镇长颁奖，恭喜恭喜，谢谢，感谢我们的喜欢农家，
那你龙哥，我们闭嘴的赞，闭嘴的赞美哦，闭嘴的赞美哦，好，来喜欢龙哥赞。好，谢谢镇长，请留步。那你短裤短袖那就加秋饼，请来回走，好不好？谢谢我弟，那个摆起来哦。啊，如果呢，有任何问题，拢总欢迎到后台来做询问。舞台顶面即马咧颁发示范龙卡，邀请到店长、店长来颁发，也请店长跟咱示范龙卡来合照，也请我们的魏科长一起来，来闭嘴的赞美哦，来闭嘴的赞美哦，来闭嘴的赞美哦，我来示范龙家赞，来示范龙家赞。好，谢谢镇长，请留步，那个得奖者请从来，抢到家，抢到家，抢到家，哎，好，抢到家，哎，谢谢，感谢欢迎。那么今天呢，是虎尾镇农会100岁的生日快乐，举办非常精彩的节目来庆祝，包括有月亮花生，那个有咱两位啊，未来共同享用花生的风味餐。现在呢，请咱的中破赛来准备哦，咱桌下呢摆设，请长官贵宾来入席就座。请镇长跟大家的合照，来闭嘴的赞美啊，闭嘴的赞美哦，来闭嘴赞美哦，来示范农家赞，来各起盖，来客套请示范农家赞 ，OK， 镇长请留步，好，那来大哥大姐来对酱秋饼，谢谢感谢。颁发的是咱的示范农家，谢谢，感谢咱大哥大姐。合作工作来推动相关啊农业的推动，谢谢感谢。好，请镇长站中站哦。虎尾镇公所站，虎尾镇公所站。好，谢谢镇长，请留步。担心我一定可以，我想
那里后面的是军大学，哇，赞啦、啊！安哥安哥，好像白天鹅，哇，六只北泡泡，绿绿绿的白天鹅在跳芭蕾，哇！我给你拍拍手，我给你放烟火，丢五万，你两万，我三万，总共是五万，嘿嘿，请跟上，我们上，菜，掌声鼓励。哇，中破山上菜喽！陈玉杰、张建军、陈千岁，好，各恭喜，好，谢谢，请师长劝举一下，哦，对，劝举一下，好，谢谢，颁奖，来，说来给奥奇威参加云林县农业推广三部。谢谢。好，第三个奖项哦，请到舞台这边哦，来自舞台左边集合。陈瑞南，陈瑞南，请到舞台左边。王静学，王静学，请到舞台左边集合。谢谢。第三个奖项，优良事件已不记得完。林淑珠，请到舞台左边集合。陈瑞南，谢谢。好，三、二、一奖。好，那如果哪波人啊举不台哈，那得先请师长来颁奖。未来林金枝女士、山东林春霞女士、昆德林佳慧女士、北西林秀清、淑珍女士、中西林春桃女士、高莲石林李碧如女士、罗兰。我们就请高建平科长来代表县政府颁发这个奖章。请好了，闭嘴的站了啊！嘿，闭嘴的站了哦。好，五、四、三、二、一 ，OK。科长，请留步。农业部农民辅导师师长陈俊元，陈师长，师长好，在舞台正前方主桌这一位，师长好，请入席用餐，谢谢。好，谢谢跟得奖的大姐。小妹合照，五、四、三、二、一 ，OK， 谢谢谢谢，请回座。我们来唱一些现代的好歌，叫做《风塞塞》。心情若袂会爽快，但我又敢来看卖。小酒朋友来斗阵，烦恼就甲说。为什么他实在？
塞塞，就是在赞美啊！好，罐头请哦，来罐头请。来，虎尾镇龙辉赞，虎尾镇龙辉赞，虎尾镇龙辉赞，谢谢谢谢。总算是我阿德秀铁江生啊，唱秀必整的赞美哦，来罐头请哦，大家都赞哦，虎尾镇龙辉赞，好来，谢谢，来这几盖哦，对。啊，看头前彼一个赞的哦，虎尾镇龙辉赞，虎尾镇龙辉赞，真正有够赞，谢谢。哇，这边漂亮的姐姐，你们好，你好，谢谢。繁华的夜多情，天光闪闪起。咱的永远又想起，永远想着你，爱情的恰恰袂当放袂记，心爱的伫倒位，想要甲你，想要甲你来跳恰恰恰，不知你是不知你是怎去倒位去，啊恁落去恁落去伫烦恼去，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欢。一杯一杯爱情的酒，要来祝福你。爱情的恰恰当甲蜜蜜，多少身边的人，是你。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上来，点掌声鼓励，把它勾勒起来，好不好？想要甲你来跳恰恰恰，不知你是不知你是走去倒位去，啊恁落去恁落去，不通倒去，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欢喜，像同一杯爱情的酒。谢谢，请回座，继续用餐。Wait, wait, wait.
继续颁奖。罗丹丹，再接再厉，为龙民发光，请总干事站中间一起合照，来把奖状打开，奖状打开，嘿，哇，这是一种的公园啊，彼此的赞美哦。得奖的菜色叫做我爱花生，我爱土豆，到底如何爱，这你爱，啊，就是爱吃土豆啦哈。后来，王小姐恭喜你，真真恭喜你，真真的不容易，真真不容易，谢谢，恭喜。好，请周小姐在左边恭喜，获得奖状还有奖金哦。好，谢谢谢谢呵。来看前面比个赞哦，比个赞哦。来，花贝定龙辉赞，花贝定龙辉赞。OK， 谢谢总干事，请我饮料，我是讲把你的茶拿倒伫倒碗，把你的酒杯倒碗。我看到满满的杯海，准备喽，三、二、一，请干杯，请随意。祝福霍震龙会100岁生日快乐！也祝福你到舞台旁边稍作准备。我们的新灰灰送给今天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祝大家今天新灰灰爱心满满，爱你有你我活动，但是感情的浪漫你定有几点钟几点钟，因为我别不能我卡抓，只要输给输人的我的个滴滴滴，你来给我手合抱，甲你念啊念一天，我袂记过秋天，咱何时才会当爱哟？感觉你心会开，我的心会开，那就春风对鼻香。感觉你心会开，我的心会开，那就你茫茫都听。刚才好像有听到现场有朋友曾经来过虎尾吗？有啊，我在虎尾教来真啊，真是一点十年了，虎尾两位怎么办？怎么办？阿伯啊，掌声！说你虎尾教不？哎，不是要干杯？好，这场交给我，身体准备先动起来哦，这场我们下面就好了。是人类适合居住的地方。哇，这个真太棒了！你啦，啊，被吹了，该做导游。观众二十五岁，你往吹哇！哦，好啊，专业导游。我们25岁哥哥。对啊，25岁。对啊，会挺强。哦，完全够国体。哎呦，我看看西罗大桥都算是年龄线了。那是西罗，哎，今年度啊，哎，正好是70年。西罗大桥70岁了。哇，西罗大桥太厉害了！动土了。113年底哦，可能就会完工启用。所以剩下没有几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耶。今年112了嘛，11年多的节。哇！来，过来介绍唱歌。哎，我们继续这一首歌曲。对，在一首刚才的电音呢，现场所有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合唱，一定都会唱。对，爱你万年。哎，要不这样吧，我这一次跟雅露一起，真的哎，今天我跟雅露。寒风吹起，细雨归离，风雨摧残我的梦。中国人有没有摇滚？如果有，做摇滚该是什么？你说摇滚有时候是一种人生态度。也可以是一段过去甜苦，变换着喜怒哀乐，就看你有在什么途。第一天唱了这么多年，好不好过去？过去最为人关心的好。
不了多少几串哦。哎，哦，有奖征答是吗？对。哦，哇，那注意了，注意了，来哦，来哦。只要。Right.